位同学，请看第八首集啊。又如在地狱，种种诸苦事，鼻息无所从啊，业性亦如是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，这首偈啊，果愁余音，故无所从啊，这是解释第八首。后面有一句呢，说此二啊，这个二就是前面第七跟第八啊，这两首偈的比喻，内亦属业果也。啊，这个内呀，就是鉴别，不是外面境界，啊，与外面境界没有关系，完全是阿赖耶识里面业系种子，这是内。啊，亦属亦是变异，啊，变异呀，它才成熟。啊，这是说这个现象。那么这个比喻是讲啊，在地狱啊，果愁余音啊，地狱是果报啊，果报从哪来的？恶因所感啊。佛在经论里面常说啊，这个常说就时时告诫世人啊，地狱是你恶业变化出来的，不是真有，真的就像做梦一样啊，你在梦中受苦受难啊，你是真有感受啊，可是不是事实啊。那么造什么样的业堕地狱？恶业无量无边呐！啊，佛教化众生，把这些恶业归纳给两大类。第一大类无逆，第二大类受恶。无逆受恶啊，什么是无逆罪呢？逆是跟性德完全相违背啊，180度的违背，有五种啊。第一个杀父亲，第二个杀母亲。你看看父母之恩有多大啊，事出世间圣人都教给我们要孝顺父母啊，怎么可以用恶意去杀害父母呢？啊，这堕地狱的罪业。第三个杀阿罗汉啊，现在这个世间没有阿罗汉了啊，那跟阿罗汉相等的老师啊，阿罗汉在世间教化众生啊，今夜三福头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，你怎么能杀老师呢？老师教化一方，人天眼目啊！啊，这就他有能力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无量功德。你要把他杀了，这众生失去好老师了，破迷开悟的机会没有了，这个最终
啊，这行阿鼻地狱罪。啊，第四个触佛身血。啊，佛的福报很大，没有人能够害佛。但是，让佛受一点伤，流一点血，有。啊，这个事情是什么？是从提婆达多陷害释迦牟尼佛。从这个地方呢产生的啊，释迦牟尼佛每天都要出去徒步啊，提婆达多知道在有一个悬崖之下啊，那是世尊的每一天徒步必经之道啊，他就藏在那个峭壁的顶上摆了一块很大的石头啊，看到世尊从下面经过，他把石头推下去啊，想把释迦牟尼佛打死啊。那么佛有护法神呢啊，护法神看到了石头下去之后啊，用金刚杵把它拦住，这一拦的时候那个石头就碎了，裂开了，碎片砸在佛的脚背上，佛流了一点血，触佛身血，这个故事是从这么来的。恶意害佛啊，那么现在佛不在世了，这一条也没有，但是有等流罪是相同的，相同什么？佛像恶意把佛像破坏，等于触佛身血啊。无意没有关系，无意是过失啊，无意损坏的是过失，有意恶意有这个怨恨的心，啊，那这个就是破佛身血的这个同等的罪了。第五啊，是破活合僧啊，就是破坏僧团啊，那个罪过非常重啊。活合僧团注意一点晓得，僧团是弘法修道的场所，你把这个道场破坏了，让一般人没经听了啊，一些修行的时候没有地方修行了，把人家的时候文法修行的语言断掉了，这是阿鼻地狱罪啊！啊，所以这个五种在过去一般讲呢，杀父杀母是很不可能的，杀老师也不可能啊，对父母对老师有点怨恨，这个常有怨气，但是不敢杀害啊。那么杀这个触佛身血也不会有恶意去毁坏佛菩萨形象啊，也不可能。怕的是破活合僧容易，为什么？出于嫉妒障碍啊！我早年在台湾，那个时候大概40岁左右的样子啊。我们佛门有个大德赵默林老居士，这往生多年了。啊，有一天他邀我在功德林吃饭啊，那个时候功德林呢在台北火车站附近，他只要我一个啊，我就问他了，我说老居士啊，你今天邀我来吃饭有什么事情啊？哎，他说我有一桩事情啊，始终放在心上啊，
感觉到很忧虑。我说什么事？他说这个忤逆罪里头啊，其他四条不容易犯了，破活活身呐，几乎每一个道场都有啊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听了之后，老居士，我们欢欢喜喜吃饭，这个事情可以不要去理会。那怎么行呢？那我就反过来问他，我说老居士，你什么地方见到活活僧？他就一想，哎，对呀，破活活僧。这个道场它本身它就不活活吗？就意见很多吗？常常吵架吗？哦，他就明白了。我说我学佛这么多年了，没有看到活活僧的道场啊，你从哪里看到过？我这一问他就笑起来了。这一个道场真正修六合敬，这是活活道场。刚才讲了，讲经的道场活活道场，修行的道场是活活道场。他要不修行就不会闹事了。但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大陆北方有北国兴隆寺，南方有天目山昭明寺，我就问他们了，你们这个道场有这么多人，有几百人，你们怎么修的？他们真的有一个方法，止语，净念佛堂念佛了，不说话。不说话就不会闹事了，真的就把它摆平了。是非之因多口舌，很重要啊！话是越少越好，古大德教我们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，达得念头死，虚如发生火。觉明妙心菩萨，西方是这个西方确知里面讲的。不该说的决定不说，该说的最好也不说。一句弥陀念到底，你这个道场纵然是有几百人几千人，很有秩序，一点都不会乱。那么道场要走上轨道，一定要落实弟子规。弟子规是根本的根本。你学会做人了。每一个人都懂得伦理道德，都遵循伦理道德，这个地方是活活道场。你看他们今天修见惑通解，就是用止语。做到见惑通解，大家都是一句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净土，万缘放下，常住对家，对大家事事供养，照顾得很周到。所以护法的功德
不可思议啊。那这样的道场你要去破坏它，那就是阿鼻地狱啊，比什么都严重啊。那么赵默林老居士给我讲话，40年前的事情，40年后的今天，哎呀，这个社会，我们看到了，杀父亲、杀母亲、杀老师，有真有了。不得了啊！啊，无逆罪，食物，食物就是食善的反面。啊，杀盗淫，妄语、两舌、绮语、恶口、贪嗔痴。那么我们今天看这个社会，你用无逆食物。你来观察这个社会很可怕了。哎，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头虽然只有8个字，说得好啊，国仇于阴呐、啊。啊，国是阿鼻地狱。啊，阴就是无逆食物，你造作无逆食物，国报自然现前。朱金咒老居士，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他对我很照顾，啊，也常常讲故事给我听。啊，我那个时候26岁学佛，啊，就认识他。啊，那个时候好像他是69岁，就快到70岁。老先生啊，我们都把他当作祖父来看待。啊，老先生告诉我，他的岳父章太炎先生啊，这是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啊，啊，声望地位很高啊。他的老岳父啊，章太炎的女儿嫁给他的。他说他岳父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，大概是判官呢有事离开了，他就代理啊，做了1个月啊，东岳大帝是泰山了啊。他说每天晚上天一黑啊，他就去上班去了。啊，人躺在床上就像死人一样。啊，第二天早晨鸡叫的时候，哎，他回来了。啊，他跟家里人讲，啊，每天晚上要干些什么事情，可是很辛苦。你看，白天要上班，晚上也上班。啊，他每天晚上天黑的时候，就有2个小鬼抬着轿子。啊，他就坐上那个轿子，那个轿子好像飞一样，啊，天亮的时候呢，啊，天亮就是他们这个轨道里头啊下班了，啊，下班呢，这小鬼把他送回来，哎，他就醒过来了。他说有一次，他向东岳大帝建议。炮烙的刑法，地狱里面的，就是抱这个火柱啊，抱火柱啊。他这个刑法太残忍了，建议东岳大帝能不能把这个废除？啊，这是很太残酷。东岳大帝笑笑了，就派了2个小鬼领着他。他说：“你呀，到现场去看一看。”
去参观一下。他就跟着那两个小鬼，这两个小鬼带他啊走了很远，然后到了告诉他啊就在这个地方，他看不到。这忽然想到他是一个学佛的，想到佛经上所讲的业力现的，不是东岳大帝使的，是他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，那这就没法子了啊！只有菩萨能见到，再一个是有这个业报的人他见到啊，其他人见不到，所以他这个才完全明了，这个地狱里头种种罪报啊，是你自己业力变现的，不是阎王造的啊！如果是阎王造的时候，当然可以把它取消，不是他造的，他也没办法，自作自受啊！自己造孽，自己变现这个境界啊！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佛菩萨设立的，也不是这个玉皇大帝天帝设立的，也不是阎罗王设立的，啊，朱老居士呢说，那讲很多故事给我们听啊，这个章太炎上班的时候，晚上去上班，白天给好朋友去讲这个晚上上班遇到的一些事情，啊，他是个读书人。他在这个阴曹地府里头啊，遇到很多古人，啊，唐宋的人，啊，那一些这个大文豪，啊，怎么都见了面呢？鬼的寿命长，比人道的寿命长，啊，那么他上来一个。一个多月啊，有一天想想太累了啊，写个假条请假啊，用黄纸写了之后啊，在门口烧掉，哎，果然就准了，那一天晚上小鬼就不来接他了啊，他坐了一个多月啊，大概卧轨道的情形呢，跟人间相似，但是这个天空啊，没有光明，天空就像阴天，永远是阴天，啊，昏昏沉沉，啊，也有隐士男女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，这些人不是大妄语啊，哎，确实是经历，这是朱老居士给我讲啊，啊，他小时候听这个老人讲的太多太多了，啊，都是真的事实，啊，他还要给我讲一个段故事，我也在讲堂里头，过去也曾经讲过。啊，岳飞，这是我们大家非常敬仰的民族英雄啊。岳飞在轨道，啊，朱金州老就是温州人，啊，也是家在乡下，啊，他们那个村庄。邻村啊，大概只隔两三里路啊，两三里路用我们现在这个距离来讲呢，大概是2000公尺的样子，不远嘛啊，那是在清朝末年啊，住的有一个巨人
读书人，中举，他是个独生子。啊，中举之后没有做官，家里还可以过得去。啊，就不做官，在家里头奉养父母。啊，娶妻子也有个儿子。啊，但是有一天，中午睡午觉的时候，啊，他听到有人敲门，他就起来开门。实际上他做梦，梦中，啊，开门之后看到有一个人牵了一匹马，啊，手上拿了一封信递给他，哎，他是，他一看信上是他的名字。那来人讲的是，他说我们家的将军，大将军有事情啊，邀请你，请你上马。结果他想不对，他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跟官府交接过，啊，文官武官从来都没有接触。他说你一定是，大概是同名同姓的，你找错了，你到别的地方去找。那个人就赖着在，他既然名字一样嘛，你就上马好了嘛。啊，这个时候跟他说了多少话的时候，人家还是催他上马的，好吧，去看看吧。结果骑到马上去，他就感觉到不大对劲，那个马不是在地上走，好像在空中飞一样。啊，那么过了一会儿的时候，到了一个地方，看到有很多很多人都在那里谈论，在那里议论，交头接耳的议论，他就打听，啊，就问这什么地方？他说大将军府。他说大将军是谁？岳飞，他是个读书人，一听说岳飞，哎呀，他那我不是死了吗？啊，岳飞是宋朝人呢。他说不行啊，我上面还有老父老母啊，这个下面还有妻子儿女啊，我不能死啊。结果过一会啊，这个岳飞升殿了，啊，大家来讨论啊，讨论呢，讨伐清军啊，金那个满清就这个就是金嘛。啊，他还要去讨伐金兵，啊，大家在开会，啊，在筹备什么时候啊出发，找他来，请他呢，大概是担任秘书这一类工作。啊，他就跟岳飞讲了，他说我这个家里的还有这个老母，他岳飞说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半年。啊，还有半年，那我送你回家，你去料理你家的事情，啊，到时候了我再来请你，啊，就把事就约好了时间，啊，他对岳飞非常仰慕，啊，所以他也答应了，那岳飞送他回来，送他回来之后，他这个就睡醒就醒了，醒了之后就把这个梦中事情给他父母说，啊，他父母说。哎呀，这是做梦嘛，哪里是真的啊？说他相信是真的。他说什么呢？境界太清楚了，一般做梦都很模糊，这不像做梦啊，清清楚楚，不像做梦啊。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当作真事啊，日期记好啊，料理家里后事啊。那么到又好了这一天，时间到了，他请那些亲朋好友，朱金周老居士也去了。那都邻居没好远嘛。那时候朱老居士还很年轻，十几岁。那他就不相信，看这个人又不生病，啊，怎么突然就会死？啊，所以就看，好奇就看。啊，那么他宴客加亲戚朋友的时候告辞。说这个交代后事，希他们请他们多多照顾他的父母，这个妻儿啊，啊，
他那个老父亲发脾气，我就这一个儿子啊，怎么可以叫他去啊？结果他儿子告诉他，哎，这见我的人已经来了，在门口。他父亲大骂，骂的那个鬼也不敢进来。到最后还是他说，他让他父亲呢答应，哎，他说我们搞不过人家，这个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那就没有意思了，啊，何况岳飞是他最仰慕的人，啊，人哪有不死呢？死了之后能够追随岳飞呀，啊，这也是感觉到很荣耀、很光荣的事情。哎，他父亲叹了一口气，好吧，这个好吧，他就断气了，就走了。朱老看的时候，所以现在就回忆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真的不是假的，所以岳飞还在鬼道，当鬼王啊，是吧？什么原因呢？那个讨伐金兵的那个念头没断，半年之后啊，这个十月辛亥革命呢，起义推翻满清，哎呀，他们才晓得的时候，豁然大悟，哎，你看人世间的时候啊，这个战事还没有爆发了，那个鬼道已经先出发了，已经去讨伐去了。老居士绝对不是编故事骗我们年轻人的，哎，真的，他讲了许许多多这些感应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啊，他是学科学的，啊，学财经的，啊，年轻根本不相信，你看年轻遇到这些事情亲眼看见的那个人还不信，觉得很奇怪，就是，啊，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？啊，老岳丈的时候做东岳大帝这个判官，每一天来接给他讲这个晚上办事情的时候，他也半信半疑。什么时候他真相信？他在四川抗战期间，他住在重庆。啊，半夜跟朋友打牌打麻将，啊，打到深夜才散场，就回去了。回去的时候，路上的时候，有一段路，那时候都是走路啊。虽然他们这个官做的不小啊，还是要走路啊。啊，走路回去，在路上啊，看到有个女人走在他前面，他在后面也没在意。他大概走了半个小时，走了半个小时，忽然想到，这样深夜，怎么会有一个女人出来走路？这一想的时候，汗毛直竖。啊，看到前面这个女人是有上身没有下身，那真的遇到鬼了。那这自己碰到了，这么一惊吓了，这鬼就没有了。从此以后，他相信了。啊，所以以后他给我讲，他说那个大概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渡他的。如果他不遇到这个事情，亲身遇到，他说我还是半信半疑。啊，这样遇到之后啊，他才皈依佛门。啊，讲他学佛的因缘，啊，讲他年轻时候所遇到的这些事情，没有法子解释的，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我们想到，我常常跟同学们说，从我们自己学佛的经历，十年你来看，啊，我学佛最初的这个十年，啊，这些老人长老啊，常常教导我们，啊，那个时候社会风气很好。啊，虽然有犯罪的不多啊，不严重啊，可是二十年，
犯罪率增加了。30年更普遍，40年就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了。啊，我学佛54年了，那么到现在，啊，这是距离我学佛的时候54年。现在你说，杀父亲、杀母亲，啊，杀老师、杀同学、杀兄弟，已经不是新闻了。哪一天没有啊？啊，还有这个堕胎，堕胎可不得了啊，杀人呐！啊，轻易离婚，罪很重啊。这个离婚的人，这就是不负责任的。啊，谁受害呢？儿女受害。啊，儿女没有父母的爱心去滋润他，心里面都是怨恨。啊，那么将来长大成人，很容易犯罪。啊，你对不起儿女，你对不起社会。你给社会制造麻烦，那么这种果报是不是在地狱？啊，堕胎，佛讲了，父子，这成为一家人，四种因缘，这佛经上常常说，啊，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如果是报恩的，报恩而来，孝子贤孙，那从小就乖，就听话。你把他杀掉了，恩变成仇。啊，他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就来报仇的。如果他是来报仇的，你把他杀掉了，那个仇恨累积是愈积愈深。啊，以后到你家来的一定是家破人亡，啊，报仇来的。啊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方孝孺是报仇的，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啊。啊，如果是讨债来的，你把他杀掉了，你欠他的债，现在又欠他命，你不是麻烦大吗？还债是好事情，他来还债，来奉养你的，你把他杀掉了，通通变成仇人，这个是麻烦了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堕胎是合法的，不成话了，不晓得因果报应的恐怖啊。啊，起心动念都是要占人便宜，要占社会便宜，要占国家便宜。啊，这个占便宜的念头是盗窃，损自己的福报，来生还要还债。啊，所以我们看看现前这个社会状况。忤逆食物加速度在膨胀，啊，几乎要到饱和点了。这个世界再10年20年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。世界末日的因跟缘，现在在社会上普遍，你都能看到。
那么果报很快就会显现。啊，我们今天极力呀、在提倡《弟子规》十三业，为什么？挽救这个劫难啊！怎么个救法呢？人只要回心转意，真正明白了，回头是岸的，改过自新呢。啊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这个灾难才能化解。啊，现在世间许许多人，多多的人，都在那个地方想尽方法，怎么样来化解冲突？啊，而冲突越来越多，什么原因呢？造作的恶业嘛。啊，人与人冲突，人与自然环境冲突，人与天地鬼神冲突，这怎么得了？不得了啊，越想越可怕了啊！我这个年龄无所谓了，八十岁了，随时可以走了啊！看看这些年轻人，可怜的，太可怜了，无知啊，啊，迷惑颠倒啊，胡作妄为呀！啊，果报不是在来世，就是这一生当中，啊，再过十年二十年怎么得了？啊，他就要受到果报了。啊，许许多多的征兆都在眼前。啊，所以千万不要轻视儿童。啊，你要是细心观察，在儿童里面已经能看到预兆。啊，蔡老师讲《弟子规》，给我们说了许许多多现前的例子。真人真事啊！啊，在中国大陆，啊，他给我们讲，一个十三岁的少年，啊，为了要买一个手机，把父母杀了，啊，杀了父母说领父母的保险金，父母的保险金才值一万多人民币。啊，为了想买一个手机，啊，杀父杀母啊，忤逆罪里头两条啊，一条就堕阿鼻地狱了，两条还得了吗？啊，这个案子以后爆发了，出事情啊。啊，出死刑是小事啊，堕地狱可不得了啊！啊，那还有一个说是七岁的小朋友，啊，上台报告啊，跟大家分享这个学《弟子规》的心得，啊，他们举的例子太多了。他这个小朋友上台说：“我学了《弟子规》。”才知道做人应该要孝顺父母，他真的心得，
他说在我没有学弟子规之前呢，我天天想怎样谋害父母。他的父母在也在台下坐的都听呆了。啊，不知道小孩在想些什么。啊，为什么这么小小孩子他想谋害父母？家庭里头没有爱呀。啊，父母只知道上班赚钱了。对儿女的生活没找不到啊。啊，对小孩要求很多啊。小孩受的压力很大了。苦不堪言啊。啊，所以现在这个课程。我常常在讲啊。全世界。不分国家，不分族群。不分宗教，男女老少一起学啊，各行各业一起学，世界才有救啊！啊，这个课程从开讲以来，我们这才试验呢，在试验阶段呢，啊，这个还不到一年半呢。讲的时候差不多有二三十场。啊，办了二三十次啊，一次短的3天5天，长的大概10天。啊，那么听讲的10000多人。啊，这个人数加起来10000多人。都受感动啊！就在课堂里面痛哭流涕的有，跪下来忏悔的有啊。那么从这些地方呢，我们看到了啊，看到什么呢？人之初性本善啊，我们中国人常讲良心发现了，人都有良心的。啊，王阳明讲理致良知啊，啊，人都有良心啊，只是是没有人提醒他，没有人教。啊，今天上午我们到。南昆大啊，南昆大举行了一个赠书仪式啊，我们送他一套四库会要啊，放在了图书馆，我看到这个书架做得很精美啊，看得很欢喜啊，我跟校长啊，在他这个办公室小客厅里面啊聊天谈话啊，我就提出来啊，这个讲座很有效果，因为南昆大有意思，也想开这个种课程，短期的啊，这个国内国外的这个人都可以来参加啊，期间或者一个星期，两个星期，短期的，我非常赞成。我就讲，我们这里已经做过一次实验，效果非常好。啊，他们学校现在要成立一个，已经成立了多元文化中心。就是将来这种讲座呢，就在这个中心办。啊，这个中心负责来办这种讲座。好事情啊！
那么像这样的讲座，我今天建议他，因为他是远程教学，上课的时候全程录像，这样好的教学的时候，可以从网络，可以从卫星，播出去，让这个各国地区有缘人呢都能看到，大家一起学习。40年前，我们要读这首偈，大概还是无动于衷啊。为什么呢？世间造作这个无逆十恶罪的人不多，引不起我们的注意力。现在造无逆十恶到处都是，所以这个世界天灾人祸频率不断在增加了，灾害一次比一次严重。什么原因呢？一切法从心相生，这个江本胜博士在水实验里面得到的结论，人的起心动念能影响山河大地，山河大地都受影响了，你说对人有没有影响？肯定有啊。你的恶念会传染给别人，同样你的善意也能传染给别人，感应吧。你这个念头发射出去的时候，那你有反应过来吗？所以我们今天极力要提倡爱心遍宇宙，善意满人间呢。我们自己得度了，也真正帮助了社会，帮助了一切众生。人为什么不生活在爱心善意之中？爱与感谢，江本博士告诉我，10年实验，这个爱与感谢的结晶之美排列在第一。任何好的这个善的念头，那个结晶都比不上爱与感谢。所以他告诉我，他这个爱跟感谢，这是宇宙的核心。人一生能够生在爱心，生在感恩，这个人是有福之人。我们要学，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呐。我今天一饮一啄，多少人提供的？要感谢。我们一个人在一天的生活，多少人在那照顾？我们吃的饮食从哪里来的？
从农夫耕作，一直到我们手上说，你说这经过多少人？我们穿这件衣服，你如果晓得了，感恩的心才会升起来。不能有恶念，不能有恶言，不能有恶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果可畏啊。啊，这个地狱变相图啊，可以多看看。啊，大学里头我们也赠送。我今天看到他们图书馆很大，啊，张挂这个一比一60米长的这个行，他那个图书馆可以张贴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